正常再来加料。如果出来那么会正常后再来加料。不加料的时候，你看没有？这里这里有个开关哦，这就是加料开关。你看这一搬过来，它等下就加料。你看，它就开始加料。0.8克，这个袋子是0.8克，这个袋子是零点六。这个就是光釉，光化剂就没留下来，釉就不会下，光化剂它就没有留下来，就。